苏烈的葱瓣，则能包汗；麻黄的桂枝亦能包汗；黄芪的白术则能止虚汗；黄芪芍药的桂枝则能止汗；苍术的羌活则止身痛。防风的羌活抑制诸风，羌活的穿胸止头痛。柴胡的黄芩则寒，柴胡附子的干姜则热，干的得天花粉则止渴，穿胸的天麻止头血，香茹的扁豆则消暑，石膏的榛木则止渴，桑皮的苏子则定喘，黄芩的连翘则消毒，丁香的柿蒂则止，杏仁的五味则止奏，半夏的姜汁则回痰，干姜的半夏则止呕，熟栗的姜汁则行经络，半牡的瓜蒌则开结痰，枳实的黄连则消心下脾，桔梗的生麻则开脾气血，枝百德山枝则降火，止咳的桔梗能使胸宽，白术的黄芩则安胎，沉沙的枣肉则安神，人参的麦冬五味则生脉，陈皮的白术则补脾，厚朴的腹皮开骨胀，苍术的香附开郁结，神曲的麦芽能消食，草果的山楂开肉鸡，杀人的止咳则宽中，乌梅的干葛则消酒，乌药的香附则顺气，木香的姜汁则散气，茱萸的良姜抑制腹痛，白芍的甘草则治腹痛，芥子的青皮则治肠痛，入香的没药大指猪藤汁，百德当归则补阴，神奇的附子则补阳，姜汁磨精末则止血，当归的圣地则生血，龟尾的桃仁则破血，红藤的当归则活血，皂荚的麝香则通窍，大黄的芒香则润下，大黄木香的槟榔则止厚重，鸽子的肉货则止泄泻，猪苓的白术则能收拾，泽泻的猪苓则能利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